看看新闻网。5月26号，一女子称她在一书画院同两男子吃饭之后，被同席的演员常凯琳强奸。警方随即介入调查。6月11号，被指强奸妇女的常凯琳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。目前案件尚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。新闻在线编辑报道。